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非常感谢所有朋友礼拜一到礼拜天每个晚上的八点半九点收看我们奇迹飙股这个节目内容。台北股市呢，我们很快速看一下今天哦整体的一个格局哦。在昨晚啊，最主要啦，其实昨天晚上美股三大指数里面哦，跌幅也其实不重比较稍微有点下跌的，跌了大概接近 0.6 个百分点，那是道琼。那 Nasdaq 跌的比较少。最主要就在于川普针对欧盟哦，又提出了哇，又惩罚性关税又来了。那我的看法呢，就是川普他一再去开辟战场，然后呢，金融市场就受他波动。那各位会告诉我说，要避险。我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啦，跟各位做个简报。第一个，一种叫证券投资，一种叫指数操作，不同哦。证券投资的部分，针对未来不管整个环境怎么变化，你所投资的标的它一定要有能力，有能力齁大幅度上扬。各位说有这种标的股吗？那绝对当然有。那就是说你去针对低本益比高成长并且已经集结喷出的，再讲一遍齁，各位亲爱的会员好不好，我只讲一句话齁，你怎么卖过门啊，从你参加我会员开戏，安内下礼拜，从2018年1月1号，2018年，现在已经2019年4月了。你跟着我做股票，我算过了，这么总共16个月以来，我们的标的股啦，让你产生亏损的，不超过4档，不会超过4档啦，最多只有4次，其他的你每一次都赢。特别是从去年的10月份到现在，你没有输任何一档股票，你几乎每一档都对。那既然如此，你就照着做好不好？我没有办法保证我们的股票永远只涨不会跌，它难免会跌。你都放轻松，你都放轻松。我尽量在未来避免在节目上讲标的股，好不好？因为每次讲了，那就造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堆。就冲进去了，不是会员啊，很多朋友就冲进去了，然后呢他就会被洗盘，那一洗呢会造成会员的紧张，所以在未来的节目上，然后我会尽量减少避免做个股的说明。所以整体上来，我们先针对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很强，几乎啦差一点点以最高点做收，那上涨了16点，比起全球主要各个地区哦金融商品，就是说各大地区的指数，台股算最强的。就是说，我们拿加权指数去对比道琼、Nasdaq，甚至于德国股市、日经、南韩、上证，没有人比台北股市更强。就是说，从上个礼拜五以来到目前为止，熊盖囧哎，叫做加权指数。可是相对的，各位说，那这里这么强，就做多啊？没当做多啦，你看，没当做多，难道国际股市做空了吗？没有。好，我们先看一下，先跟各位做个简报，就最起码知己知彼叫百战百胜。好，我直接我们从答案讲快一点，因为整个国际股市还没有转空，但是台股这里要适度做避险，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向您做个简报了。来，我们先看一下，各位请看画面上你所看到的这张图表，这张图表是上个礼拜一直到昨天晚上，昨天4月9号纳斯达克，我们叫 Nasdaq 哦，上图是它的行进，那底下叫它的交易量。我们讲过哈，量价叫做同时指标，它叫同时。所以，我们从去观察指数的过程里面，你发现到最主要，剔除开收盘不看哈，最主要的交易量所产生的交易价格，它就会形成什么？形成一条颈线。这个颈线是多方或者是空方，也就是说，多方叫做支撑，空方叫压力。那到底是多方跟空方不是用猜测的，在于利用即时商品价格做比对。OK 齁，所以我们来看齁，以即时商品来做比对，好，即时价格往上这一条颈线的位置就叫压力线。所以我们发现到以纳斯达克为例，今天晚上会很窄，那么压力会发生在7924点啊，昨天收7909啊，相对的哦，多头在什么点位呢？在7902，也就是今晚的纳斯达克，它空间只有22点，已经非常窄了。那各位问我说该怎么看？我的看法，
那 next day 今天晚上如果站上7924，代表它还是个多头，它还是个多头。那相对的假设它跌落7902，就会形成一个空方的压力了。这针对纳斯达克哈。看完纳斯达克，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商品，好不好？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看道琼指数。来，各位请看，道琼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差异哦。昨晚的道琼呢，跌幅稍微不大了，就0.7%，那报在26150点。我们去观察道琼指数哈，今天晚上一样，这个区间发生在哪里？就两个主要交易量所产生的交易价格，一个叫做26124点，一个叫26206点，也就是只有80点相差，相差刚被涨掉。昨天中场收在26150，对不对？所以道琼如果能够重返26206，代表美股还是个多头。那相对的道琼工业指数今天晚上这个26124这个防守点被跌穿了，那要提防国际股市就会走得比较弱势。好，所以我们刚刚看的 Nasdaq 也好，道琼也好，转空了没有？没有，都是属于一个极度压缩的状况，对不对？即将做改变。可是回过头来我们看台北股市，我的看法呢，第一个就照着做。什么叫照着做？就照着 PSY 做。我举个案例来，今天是礼拜三嘛，对不对？今天礼拜三，叫4月10号礼拜三。好，那我的看法，我们先就回到上个礼拜的礼拜三做个参考啦。我不是要跟你讲我多么厉害啦，来，我们来看上个礼拜的礼拜三，或者是在往前推一个礼拜，你不就每一笔都对吗？那每一笔都对是为什么？每一笔都对是我很厉害吗？不是，不是我就厉害，是 PSY 厉害。是 PSY 厉害， PSY 怎么厉害？他提供给你，他告诉你，就是说我们要去提防买力耗尽。当市场不管是股价或指数形成买力耗尽，该怎么办？你要保守，要小心，积极的就避险，都给半空卖家沽空几倍啊？你再看着他，请问台北股市今天是涨还是跌？那小敏今天当然是涨啊。那几乎差一点收到最高，对对对对对，我不在早上的9点，各位观众好，我不是每天早上9点，我们一样在运通财经台有一个开盘台股直播室的节目单元吗？好，我们今天早上的讲法是什么？就高点跟高点保，高点跟高点保在哪里？不就在这里到这里吗？我们的讲法就是说10多少？824嘛，台北股市只要不破10824。今天你先不要去空它嘛，它会涨，好不好？可是那涨又很好，就在加嘛。哦，别讲，这边是会涨，那这里你就摸够够乐观啊，你就没下够乐观。为什么？因为PSY拉到正50了。你说正50加厉害吗？我嘛不知道有厉害不嘞，但是做个参考好不好？厉不厉害也不是自己用嘴巴讲的啦。1358，这里叫一，这里叫三，这里叫五，这里叫八，这四个点位叫做5分钟的 PSY 正50 ，OK 吧？好，我们再看下图，1367，1367，这四个点位叫做5分钟 PSY 正50。那我只问你，正50该怎么做？你说正50要半空这样啊？丢丢丢！好，这是3月29号。再往我们再看到上个礼拜的礼拜三，不一模一样吗？好，来，我们继续看哦。这个叫十，这个叫十二，就1234567891011，好，这叫十，这叫十二。好，十在哪里？十在这里啊。十二在哪里？十二在这里啊。那为什么这里叫十二？因为这里叫 PSY 正50啊。那为什么这里叫十？因为这叫 PSY 正50啊。那相对我们往上看，那这个是什么？这不就是你的即时行动系统吗？哎，好，你就一根手指头。不好意思啊，我把画面点亮一点啊。
把画面弄亮一点点。好，来，我们稍待哈，来，都请看。好，你就点 PSI， 对不对？然后呢，所有的商品哦，任何商品，你要看什么，你有一根手指头，就任何商品都可以，都任何商品，你要怎么看，你就点哪一个。点了之后呢，来，我们现在先看日线的。什么叫日线？因为日线的幅度非常的大，不是普通的大，是非常的大。该怎么做？我现在不是讲五分钟哦，五分钟出现哦，如果以指数来观察，大概在25到45之间，对不对？正50到零轴，负50到零轴，大概25点至40点。那日线呢？这里是在涨势点，不是，是在这，从这个点一路到这里，请问是涨势点是跌？从这里到这个点是在涨势点，那是在跌啊。好，那从这里上来到这个点，从这里上来到这个点是在涨势点，那是在涨啊。那该怎么做？做法，这里叫负五十，这里叫负五十。这里叫正五十，这里叫正五十，负五十该站在买方，这是金融类股指数啦。我们稍待把所有的类股指数一并都把它看完了，就是说你要提防，我也知道今天很强啊，可是你不能在这边空啊，你当然压力大，因为它没有破10824啊，对不对？我们早上节目不跟各位简报了吗？你在等什么？等如果买力耗尽，如果买力耗尽。你必须站在空方，卖方衰竭要站在买方。那稍待，那针对明天怎么做？哦，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向您做简报。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立即拨打0800-555-8080800-555-808。不管是后壁号的风景，也是北部；不管是台湾，也是全世界，用心用爱，让后代子孙有更加好的生活。2019风起云涌，创造未来，迈向成功。全胜大师一级棒，股票期货一把照。今嘛就甲你富德投顾，予你赢得股市的第一场。立即拨打0800-555-8080800-555-808。这是台湾上青的关啊，这是台湾上水的风景，这是台湾上赞的小笼包，这是台湾速度上顶的高铁，这是台湾上盖高的玉山，这是台湾上宽裕的大厦，这是台湾上盖高的指标 PSY。全胜大师一级棒，股票期货一把照。今晚就来加入富德投顾，我你赢在股市的第一场，立即拨打0800-555-808。各位朋友，大家，我不讲股票，你就看就好。这个叫金电，对不对？你说小敏，这都讲过啦。对啊，都讲过了。什么时候讲的？你说上个礼拜五讲到礼拜一、礼拜二啊，今天已经礼拜三了。这叫联发科，我没有叫你空哦，空几拜，对不对？这种代表说未来在纵使是上涨，它会有一道又一道的一个压力。那么我们去观察，这个叫什么？这叫集结喷出。就是说，如果在集结区下缘的那这些个股呢，你要进场之前，你要必须要笃定，笃定什么？它今年的获利能力。会比起去年来得更强，来得更强。那你去做部件，我觉得是 OK 的。如果你没有办法判定，麻烦你改给 ICD 哈，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没有推荐这些股票。那你自己看，举例，这不是台积电吗？这不是华新科吗？这不是奇力新吗？哎，这个是涨将近7倍呢。你马看眼睛呢，这台药
这嘛起要五倍至六倍。这中珠，这旗邦，这个叫和库金控，这个叫什么？这不是那个江波龙，但是这波动权呐、啊，这叫华泰。好，看着它，来看着它怎么做，你就乱做嘛。我跟各位报，请问怎么做？就这样子。然后呢，你说，哎，最近华泰特别强哎，啊，你给供哎。那接下来该怎么做？接下来每天买进吗？那我问你，那明后天大跌你怎么办？我只问你这句话。来，你看着他，看着他，来加搞嘛，弄加搞啊，你搞搞，你教我哈，来，来，你现在告诉我，假设现在可以做买卖了，你只要告诉我现在17.5是买还是卖啊？你等会我们给供哎。都火车过了吹口哨，你要告诉我现在17.5到底买不买？买吗？那买明天如果跌呢？不是这个样子哈。第一个，我的看法就在于，你对自己要有信心。这个信心的来源不是道听途说，而是你经由比对，你很笃定，就如同。你就一根手指头，对不对？来，一根手指头，日经指数，日经指数，好，一根手指头，你就给它起嘞，你就给它放掉，对不对？一个叫五分呢，一个叫五分，一个叫三十分，不管几分，通通都一样。你就自己眼睛看怎么做，这怎么会输？你怎么做怎么赢，岂免拉输？现在在这里，他如果拉到正五十呢，而且给他半空啊，因为这里叫正五十啊。因为万一他跌到负五十呢，那你就做多啊。那什么时候是负五十？不是这里吗？这里是什么时候？不今天早上吗？21571啊，不今天早上啊，没底价啊，你加个半空你干没啊？你一点输嘛？那你不在21571做多呢？那做多呢，涨到21650了。六五零了，去百三点嘛？啊，你讲啊，加来做多吗？就不要了，就等。他如果来正五十，那你就空他；他掉出来负五十就买。那现在在这个点，在正三十一，那为什么正五十要空？因为这里叫正五十，哪里叫这里？这叫日经指数。好，我点离开，还没讲完哦。一样是日经，每一个都能做。每一个，那我到底做哪一个？所有的会员，台子期你就做五分钟的，我已经讲100次以上了。五分钟以外的，我带你做，来拉近这几分的，这30分，来来再看全图，你怎么会做不赢？你怎么做怎么赢？做10趟赢10趟，这是日经指数。稍待，我们来看台北股市，来这里叫负五十。在哪里？是不是在这里？那再来的负五十在哪里？那当然是在这里，还要人家讲吗？不是，它是不是一个波动行进？那你这里叫做最低点啊，这里叫最低点啊，也就是一个商品价格在波动过程里面，这里叫最高，这里叫最高，这里叫最高，最高在哪里？最高在这里啊，再来最高在哪里？再来在这里啊，再来在哪里？在这里啊，一二三。1、2、3、4、5，两次的最低，三次的最高，你通通照着做。你想不赢3000点，日经指数怎么会赢不了？那你告诉我，现在我告诉你，台北股市，哎，今嘛叫你强，今嘛来做多，我敢有可能讲这句，不可能。一根手指头，我给他起嘞。放掉，好来，我把它缩小，我把它缩到最小。来，各位请看哦，这是整个加权指数的行径，对不对？好，这里有没有一个叫负五十？加几拜，加几拜啦？这里总共是两次啦，这两次一次在这里，一次在这里。哎，这一次你不要说它跌哦，这次进场之后涨了400点哦，你在这个负五十进场。隔天就暴涨400点，那第二次的负五十是这里，你两次都大赢，这是正五十，
这是正五十，啊，加下我这52.56，我是免得叫你做多了，不然在指数的部分呢，我觉得你这里要适度要避险了，就是说提防，因为它已经拉到满了，所以你要提防，因为今天礼拜三，今天如果不是礼拜三也就算了，今天刚好又礼拜三，是不是小结算日嘛？所以它刚好尝试把空单高到最高。那高到最高该怎么办？你要做避险啊，有指数的部分你要适度做避险啊。那怎么做？就交给系统帮你做判断。这是五分钟的，这五分的哈。那日线呢？那日线的幅度会很大，日线的幅度就不会，因为五分钟幅度窄。举例哈，我们昨天讲过，像是这个从10735到10690，这个只有45点。这四十五点，对不对？好，10628到10695，这个空间稍微来得大，那也还好啊。65到70点，那这笔727到685，这个只有40点，那这一笔比较少。这从802到787，这就差不多20点了，这笔最少就20点。那我的想法就在于，不管是20、70、40或者是50点都一样哈，就是正五十你要保守，负五十你要乐观，这个叫反转指标。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反转指标？你也可以不用反转指标啊，利用平均线，我觉得 OK 的。问题是，当你使用一般的均线的过程里面，它往往会比较慢。所谓的慢，就是说商品价格已经涨了，或者是已经下跌了。它才会出现买进或卖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商品价格在一个非常横向窄幅的整理过程里面，你会不知道如何无所适从，不知道要怎么走。所以你为什么不考虑？不是考虑了，你应该就应该要应用 PSI。你没有 PSI， 你怎么去面对台北股市的任何波动？我也看法，今天很强的。今天的台北股市几乎应该是所有全世界各个地区指数型商品里面最强的标的哦，最强的哦。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感觉要提防明仔哈。所以大概就看两个哈，各位你可以看今天晚上的部分哈，就观察，你可以做一个笔记啦。这个是在你稍微抄一下哈，来道琼的部分哈。道琼部分，Nasdaq 的部分叫7902到7924，7924之上，国际股市还是会很强，7902以下，它就转为空方了。这是第一个，这是道琼的部分。那么这 Nasdaq 的部分，我们再看道琼工业指数，道琼工业指数同样很窄，26206之上，它转为多方。可是今晚的压力主要会在206，那相对的哦，今晚短线的支撑在26124，那124就不能跌破，一旦跌破，那提防整个架构就会转为弱势。那台北股市就比较简易，台北股市有何看法，就交给 PSI。 当商品在波动过程里面，我们必须要能够去把握到波动过程里面的最高以及最低，最高点该怎么办，要站在空方，最低点要站在买方，就照着这个结构来。所以呢，一样哈，所有的会，特别是会员哈，你就把它点出来，然后呢，来就看哦，就照着正五十要站在卖方，负五十站在买方。那欢迎各位可以跟着做，我们会提供你 PSI 即时行动系统安装在您的手机上面。另外，我会发文字简讯带着你操作。感谢大家，也祝所有朋友操作顺利，财源广进。谢谢你，拜拜。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